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啊。今天我们这个快递到，我们拆一下快递哈。你看，就是这个，我这个手机我都修好了。对，我们拆这个吧。我们不用 GoPro 了，GoPro 我是要帮我出掉了，也没有用，我是用不上了，因为室内的话，它一个收音太差了，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卵用啊。它主要问题是它不能放大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拍 Vlog 还行，可问题是我从来不拍那种，所以我不需要这个，我就给它出掉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手机，没电啊。好的吧，好的，我们今天来拍这个拆箱啊。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，对，这个我先把名字撕掉，对，人家的地址为啥留着呢？因为我到时候后来可以打哪，对，我先给他看一下单号，是的，一个面，因为我只有一只手很麻烦，两个面。我靠！应该是活的哈，是俩，放那个，我的天哪，好舒服，这个带着包还热的呢啊！我们这一个把它们拆开啊，这条怎么有点惨啊，有点惨是吧？正常人发快递前不都是实名制的吗？怎么还能写李小姐呢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啊！我不想这样拍，其实这样子你们对你们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差，当然了，就跟我平时拍的视觉前就很好一样。他说什么"圆我猪鼻梦"？活着。我记得我说过啊，这个猪鼻其实是有毒的啊，被毒啊不致命，但是这个上手需谨慎。刚才来个电话给我挂断了哈，还是应该换成那个手机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有股臭臭的味道。你们应该很久没有见过我这样拿这个相机拍视频了，对，现在你们用的这个相机很明显又回到了最早开始我们那个相机，对，诺基亚，对，我们先来加水，因为那相机实在是不好用，就给出掉了，真的太难用了。好的，先给它放进去，对，一两手有点像菜花，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太可爱了是吧？我们来给他找一个，都一样大，没得挑了你，好不好？哎呦天，对不起啊！现在你就不给你喂饭了，你要不要吃？要不给你试试吧？反正不是老鼠多，给你来一只试试哈。吃就吃，不吃拉倒。哎呀，放错了，对不起。然后再来另一条。宝贝儿，你怎么跑啊？我天，天哪，它的肉感，它身上的触感太爽了哈。但是你不能乱跑哈。哎，毕竟刚来，我也了解，好吧。这条最近上的吃了一只，还没消化干净啊。
还有这个小的啊。一点也不小哈，要不你别吃了哈。我也感觉你不适合吃，对，先不给你吃了哈。最近天气变热了，所以我得拿小太阳给他们加热才行。现在拿这个给他们加热，根本就屁股都没有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温度太低了。来吧。好的，我们这期视频大概就拍摄到这儿啊。啊，主要是这屋没有暖气，其实只要有个暖气房，他们有时候就会吃的啊。对，不过因为他们你也知道，我这有几条蛇，他们本身状态就不会在我人在的时候吃东西。对，你们也知道，他只在我不在的时候吃，这就让我很没有办法，是吧？嗯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，大家下期再见哈。